你站在这可以遮挡自己，你只要站这边就可以遮挡自己了。站这边。哦，上一个，上一个，上一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赶上去，他们在等你。哦，谢谢啦，不好意思。那个人，好不容易先冲回来。你那个救球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要救谁谁。换你。哎，国防部。白痴。啊。是啊是。国防部讲的。啊。你的报道完全没有画面。完全没有画面。从网袜看世界，他应该会闪吧？哇，波叔恭喜你！啊，没关系，你赶快接。太热了，等一下说啊。
没关系啊。他说他说这个有人稍微点热一下。嗯，好。真的。高手啊，太热了。